这什么东西？是吧？减肥皂，减肥皂，耗子是不是来干干我了？耗子，不灭，耗子来了。谢谢青三年的办卡。谢谢青桃先生的 MV 先生的。哎，谢谢青桃先生的 MVP。干哈呢，老弟？谢谢十影过面。又砸波扣了。突然有个想法，三马尾。谢谢呦喂喂喂喂喂的妞妞妞。谢谢牛川风零二一。哎呀，这俩兵！谢谢八米。给我上墙扣一下平的走。给你个扣。哎，撇肥皂。英雄。谢谢五帝之茶安落花。谢谢八厘米冠军的两个飞机。四三二一四。哦，我这小炮玩的行不行？可以。谢谢彭于晏 DYYYY。 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谢谢玩锤子小炮。我还行啊。把愿放脸上，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回家了吧？不行了，谢谢八厘米冠军俩飞机啊，感谢。谢谢梦里走过许多路。先来个日炎。那耗子随便杀，这把他杀一万个他家都赢不了，因为我是小炮。这不是火蓝，谢谢八厘米冠军。报幕员多少钱一个月？十几万吧。不贵。白嫖的蛋卡在那儿。哎，你可能要当心了。随便打来，看看你右还是我右。嘿，嘿，扣起飞，点烟。玩这小炮吧，感觉得那啥，反应得快点。铁肥皂，像盾牌一样，抽一下。我全力发挥，那就是一切，不是吗？左手。那潘森的 W 技能不好挡，
咱先来个这叫什么？忍者海，铁板海。我反应慢，我知道能挡，我反应不行，挡不着嘛。飞你了啊！如果你在等着我放弃，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干哈呢？这没完了是吧？哦，黄子双杀不去了。完了，我擦皮！哎呀！没错，他比看上去还要重。哎，嘿，细飞，我的双 buff。我希望那位英雄喜欢我。给你个肥皂。我们狂妄一波，嗖一下，撇肥皂接点盐，应该是死了。是耗子打野，不是耗子打野啊！耗子是下路的。哎，这干啥呢？嘿嘿，打住！撇肥皂，撇肥皂。接平 A， 一上来平 A 接个头。给你个肥皂。走位太大了，是什么意思？也肥皂。哎，他怎么 OO 出来的？我操！哎，我 W 都开了，刚才怎么没有把他 W 挡掉啊？他为什么还是晕我了呢？谢谢我欠飞一的飞机啊！哎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贴脸上也不让放，那波比那技能贴脸上也不让放。贴脸上的时候，他不用跳起来，哦，还在这样的呢。哎呦我操，还在这样式的呢。我马上到啊，可以打了。我一 Q 他，啊，上墙。
黄人怎么死了呢？我想把机器人给锤飞，你知道吗？这薅着干啥呢？这薅着，我给你扛塔没事，啊，没关系，都一下。哟吼，往哪走？一撇肥皂接口。我给你个肥皂，你这蛤子什么装备？我们去杀女警吧，这个红拿不到了，这个红拿我必会死啊！上墙，300块。小炮这个 Q 技能抢人头神技啊，因为它是延迟，你知道吧？为啥没挡掉啊？哎，好奇怪啊，这再管不了，我得走了。这可管不了了。更多东西。来两个护甲。看来得走这边。干哈呢？这是什么女警？啊，这是什么女警啊？这是暗行之爪女警。死了哈子，那我们中路应该不用去了啊。希望他别有凹痕，要砸下来了。有的时候你只需要救自己。有没有蓝 buff 给我来一个？哎，没有蓝，那就只能杀个女警了。我现在就是螃蟹，知道吧？横着走，横着走。先杀个女警，扣接起飞，银飞杀女警，哎一下，扣一下，完了，无法再横着走了。这波虚区有点高啊。哎，这薅着虚区有点高啊，这薅着。我本以为我能横着走，没想到薅着横着走。下回咱得杀薅着啊，这薅着虚区有点厉害啊。我刚要有闪现就好了，没闪现。哎，我不是被瞎当的吗？我都这么猛了，没给我瞎当啊？哎呀，居然没给我瞎当。我居然不配为瞎当，那不算啥，我正在十九战。下波咱杀薅着，这老薅着，几日不见，这薅着好像有点意思啊！哎呦，我这薅着，薅着人头我要了，薅着，你好，你好，薅着。致命点呀！吃我一记平 A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没错。我也抢个人头，抢我人头，我也抢你人头。上耗子，上耗子，上耗子，把耗子给我杀了！哎呀，这耗子！我天哪，这耗子老剩一身血没死啊！哎，刚才为什么我不是E的耗子，而是E的他们家瞎子呢？E错人了。怎么回事儿呢？砸我身上还挺疼，差个冰心儿，冰心儿出完出个蓝盾，冰心儿不行不要也行，直接蓝盾也可以。走吧，小龙。你为什么在这里拆眼儿？嗯，捡个肥皂。上墙，完了，让人群殴了，咋这么多人呢？这还打？我他妈刚才我死了，你们不打我，我这死了呀？我没死的时候不打，死了才上去打去了。操了！再来个护甲，我有特点，不擅长倒架。来什么？哎，这人呢？哎呀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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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薅着打我，好痛！为什么薅着打人能如此之痛？杀了18个。出来了，耗子！真难呐！那不算啥，我这关键他回回有红，你知道吗？他老有红 buff， 不能让他老有红 buff。几个人追呀、啊？这女警还他妈打上大龙了！我操！彩霞了。这可不行啊！哎呦！有这么难打吗？啊！对面的阵容，
没那么难打吧？我天哪！女警495瞎子没有装备，就一个破逼薅的，真是操了。打呀！春哥了，春哥了，春哥了，打死他！那么狠呢啊，那么狠呢，狠成这样呢，跳弹哦哟。蓝盾，先来个冰心儿吧。也没那么大劣势，你们三打二打不过那潘森，一共一件装备，潘森。这有啥不敢打的呢？一个辅助。加一个崩的上单，哎，真难！天哪，我天哪，龙！我的天哪，小龙！这他奶奶！薅着每一波都有红啊！来呀，跟我过来呀，往我这边走啊！队友都上哪去了啊？操他妈，玩个小炮，这把对面全 AD 的，玩的这么累。能跟我走不？能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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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我个话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到底能不能？会不会说话？到底会不会说话？能不能？一行，一赶紧跟我走！妈个蛋的！薅着 AP 了 ，AP 也没用。那薅着是不搁中路出现了？我头回见着他妈技能全打前排还能输了的，来，怎么？跟我来中，别去下路收了。杀个废人好像没啥用，还得杀那高。你们家咋的呀？队友呢？哎呀，我记得我杀完女警，俺们家好像是四打四。哎，我操你个妈了，真是头痛啊！
下一把。